你好，早安。早安。这是我们。好、啊，早安。这是我们第几次？应该是35次的产检了。35次。啊，不是，第35周啦，应该是三。我要累积到35次，我要可能要生第四个。35到36周之间的产检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可能再看个2次以内。不算这一次不算的话，可能再看2次医生。就是要下2次再见到医生，就是要生了，对，就要准备迎接东东了。以前知道有东东的时候，我还在幼儿园，一直知道，我都小学了，他还没出来。The moonlight shines so bright。 I wish that。今天李医生在剖腹产接生中，预计延后40分钟。对啊，20分钟。我们那天早上应该是这样子。刚刚荧幕上面的字啊，就是当时我老婆生了之后，别人会看到的字。剖腹产接生中，请等40分钟，所以40分钟就搞定，很快。就割一个洞，小孩拿出来，10分钟吧。你讲得好轻松。小孩来了。现在还没有见面吗？我们已经进来，在准备到超音波了。然后刚刚听到医生在接电话，又去接生第二个。今天一次接生2个，所以可能要再等40分钟了。那不会，就先改，因为医生要去接生。对，我刚刚听到，对，今天生意很好。好，谢谢。可以用生意形容来讲吗？这是好事，这是好事啊！因为不是说受伤的人生病，是新的生命诞生。难得医生不在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机器。20还是30几个牛哎？对啊，这么多按钮。30几个牛哎！医生都知道每个按钮是用来做什么的，我只知道一个。什么？这个开关。对，这是开关。我还认得这个。这个叫做 B。可是不知道是为什么用，按了会怎样？按了可能妈妈肚子上会有发光屁。我知道这个是什么。照片。可以印照片给你，对不对？印照片给爸爸妈妈，回去带回去做纪念，就是按这个按钮。照片一张。Nothing ever felt as good。我找到他的手指头了。Or is easy as when we were young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更快，有的人可能会久一点，有的人可能1小时，有的人可能只有半小时。你知道医生很辛苦吗？东东，医生刚刚在那个开刀房手术房里面接生完小孩，然后马上又要赶下来再看诊，是不是很辛苦很忙？你的口罩又掉下来了。啊，医生来了。医生辛苦了，医生辛苦了。先看开胃，然后头朝下，开胃。
备的这就是羊水，羊水是足够的，心跳。哎，妈妈，现在今天算几周？34，好，稍微大一点，36周多。头已经36了。对。那手跟脚还是35吧？肚子有39了。肚子39了。辛苦了，今天是接生2个，对不对？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就前天晚上就在这边住院了吗？哦，对，那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产检。那你下次来的时候要跟医生拿口罩，好吗？住院中心通知你，可能4点或5点，那你就大概提早1到2个小时，先到3楼的那个恢复室，那做一个麻醉的评估，评估完之后你再去办住院。麻醉科那边都一定要开刀前。住院前都已经要先把这些事情。好的。好紧张啊！对啊，今天是最后一次成功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我赶快走了，谢谢。他6岁，好，谢谢。看完这一次的产检了，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产检了，不是应该，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产检了。我那个足球课下当场，你看那个。我们现在就是在今天，主要就是跟医生讨论我老婆要开刀的时间，要确定一下，然后住院啊，跟彤彤当天要不要请假啊，这些事情。现在来家乐福准备要吃午餐。如果要剖腹产的话，约个时间啊。对，可是时间要不要想一下？对，我们还要再跟医生确定一下时间啊。因为还要顾虑到我们看他要不要请假。对啊，有些事情要思考。我们还在讨论，现在不比当年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。而且我们那时候想的太简单，因为我们是直接产检就被叫去产房，对，所以我们不知道前一天什么要住院要干嘛的。好吧，我们去吃午餐吧。